我的日常生活之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工作。除了在电视看到我之外，其实我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要主持，一些访问、开会和赶截稿、总之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啦。很多朋友都问我，究竟怎样可以减压，怎样充电？今日即刻同大家揭晓这个答案。欢迎来到我的秘密武器。现在，麻烦你给点私隐我，行不行？